的话呢，我们需要什么？如果要把第二列做出来的话，那所以你必须怎么样？当然比较不是那么聪明的办法，因为你可能只会写一重回圈的话，那你可能就什么？再把它换行，换行其实就是 printer 哈，这个 printer 本身就有个换行，所以在这边就换行。如果你没有加这个，它会串到后面去，然后再加一个，有没有？把那个 j 有没有2乘上2等于2，2乘上4等于有没有？一直往下。那如果再下一个怎么办？岂不是说再 enter 有没有？然后再继续吗？这样不是的哦，不是不可以啊，这也可以啦。只是说哦，你可能要做很多，比如说3的话怎么办？再一个 printer，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3，这边把它改成3，然后一个换行，然后再加下面的有没有？看一下，哎。 3出来了，好不好？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有没有？可是问题这当然不是我。老师，这边就变成2乘3乘4乘6。让我看一下，2来，哦，这个嘛，所以那这样也不对啦，哦，所以这。 应该是2乘上它这个，所以这个 j 的值也要去改了。 OK， 应该是把这后面的值乘，后面这个，然后就是3都嘛，乘3乘2，就是STR，这个地方多这个啊，这个不用乘了，多多乘了。OK， 那这样应该就 OK， 只是说这个当然不是正确的方法，可是问题来，我要怎么样可以把那个哈？ 这边不要再让它重复。那基本上呢，只要重复部分，我就要思考说，我怎么样在这里面多一个变数？因为你会发现哦，它有固定的规则。这边1，这边变2，变3。那下一个一定是变4。那后面的话呢，一样嘛。这边其实也是应该是乘以1啦。OK， 也是1、2、3、4。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如果我在这里哦，只要再多一个变数。 用这个变数呢，放到哪个位置呢？放到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的话，那基本上呢，就可以做出我要的结果了。OK，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只是说你要怎么把那个变数放到这个位置哦，那个细节其实真的不困难。只是说呢，只要你那个 step，所以我们假设了啊，有的时候其实还没写出来之前，有时候还是会先做一点可能。 土法炼钢，可是接下来你就要整理思绪。既然我这边一直重复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把这些重复的事情变成回圈？所以一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的话，一把底下这些重复的东西删掉。OK， 不过删掉之前的话，你可能要想说，这边需要有一个变数，那我用 i 来代替，所以这边把它删掉。那怎么做？首先上面的话加一个一样哦 ，for i。 所以 for i in range， 所以前面你甚至可以把下面那一行复制过来 ，OK， 那一样是1到9，所以1逗点10，一个冒号，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哦，它这个已经是这个第一层的，所以如果你里面的回圈哦，你下一层的东西的话，那记得一定要怎么样？选取它之后按一个 tab 键，意思就是怎么样？ 这个东西会是在下一阶 ，OK， 如果你两个都串在同一阶，那会发生错误哦，它不知道怎么跑，所以特别注意，如果你是两重的回圈的话，记得一定要怎么样，把下一个回圈再按一个 tab 键，让它退到下一阶，这样才OK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把刚刚的概，这个地方有没有 i 的值，实际上就是1到9。 OK， 1到9不是我们要的嘛，所以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样，把这个1变成 i， 把这个1变成 i 就可以了。那我要怎么做？特别注意哦，你要把 i 放进来的时候，请特别注意哦，因为它是一个字串，所以你不能直接把这个 i 放进来。所以你要怎么放？放的方法其实跟那个 j 一样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，把这个 str j 加，把它复制到前面去好了。 Ctrl键按住，拖拉，把这边改一个 i 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，就是意思是说，当我第一次的话，就1乘上
一啊等于啊，最后的话呢，把这个一怎么样？因为这个是一个整数，所以呢，我就直接怎么把 i 放到这边就可以，这个就不用转型了啊。意思是说，其实 i 乘 j，j 乘 i 都可以了啊。如果比较正确，应该是 i 乘 j，OK 哦。然后后面的话呢，就一样加一个 tab， 那就完成，有点像一个模具，哎，模具做好了，然后后面把那个换行拿掉。那最后的话，把这一列跑完之后呢，再帮我加一个换行 ，OK， 哎，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，程式写完了 ，OK，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哦，所以啊，如果你假如说不太知道说到底这个 i 怎么出来的，你可以用推理的，然后推理完之后的话，哎，你自己再把刚刚的推理哦改一下，哦，所以我刚刚主要就是什么，把底下的删掉，然后上面呢写一个。For i in range， 因为我知道说啊一到九，所以呢我底下都一样啊，只是所以我在最外层的部分加一个 for i， 然后并且把刚刚的一乘上 x 啊，是一乘上多少，那把它改成 i， 这边也把它改成 i， 啊其他就没动了。下来的话呢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程式写完之后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执行，那你会发现哈，最后的九九乘法表就。大功告成的 ，OK， 好，这样就完成了哦。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？所以其实如果大家你写不出两层的回圈哈，你当然可以一直写啦。就是说人家看到觉得，哎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把 Python 学好？感觉好像你只有学一半。OK， 哎，不过还是真的有人哈，也是这样写哦。反正说真的，有时候程式可以先乱为优先嘛。哦啊，如果你当然功力够好的话。相对的也才会写的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啊、哦，这个是把那个刚刚的那个九九乘法表一列变成九列的部分啊，试一下哈、哦。